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等部门合作，19号起同步推出港澳通关互用二维码服务。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、澳门居民可以通过相关应用程序产生的二维码自助通关。新措施可为港澳人员交流、经贸往来创造便利条件。